那上期视频呢，然后那个花瓣已经怎么说呢？已经可以转圈了。然后转圈的这个东西在这儿呢，是写死的，写死的。怎么说呢？你要改这个速度的话，还得在这里改，所以就非常的不方便。不方便怎么弄呢？然后就把速度写在这个点儿一次里面，这里面呢，然后加一个特殊的属性，然后它就可以改了。然后演示一下，然后就。直接把这个东西复制过去就行。看一下，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？因为，怎么说呢？我怕重名呢，然后就搞乱了之类的。可能父类里面有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建一个这个东西呢，它就重了，就把父类里面的干掉了。反正我是怕这么个情况，然后就都加了一个前缀儿，然后呢，那么写是，我看一下，这种东西由于记忆力不太好，然后就到处找东西，怎么说呢？到处找那个可复制的代码，然后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叫 blueprint read write 吧，read write，不太清楚发音呢。这个东西就是蓝图可读，然后在这个编辑器里可见，然后怎么说呢？要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这个东西一会儿它就会复制啊，来看一下。这个东西改一下，这个东西改一下，放多少啊？叫 animation，就动画吧。有可能打错字了，但是一会儿再改吧。然后这个东西，你看在那个里面呢，看一下，这应该叫 target，而且这个东西不能 get 啊，因为那个。这个 get 出来的是一个欧拉角，欧拉角有那个万向锁，万向锁呢不是数学问题，是计算机的 bug 啊，和数学没问题，因为怎么说呢，你就记住有个欧拉角，然后会导致某一个角度，然后你卡住就行了。然后这个东西所以呢，gdr target 叫 target 有这些，然后再加一个本身的。然后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本身的这个东西啊，因为它得有个初始值，初始值呢就在 begin 里面，比这个就是开始运行的时候，怎么说呢？我快点做吧，然后做的太慢了，然后就怎么说呢？视频太长就白看了，对，所以呢，加上这个，我看一下。也不应该叫他给他叫，叫速度，这个更贴切一点。这东西呢，怎么说呢？这个东西为了防止它怎么说呢？这个东西就保证了它在不同机型上、不同的刷新频率之下，它的速度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，如果不出所料的话，它应该可以了。所以还得运行一下，看一眼呢。你因为不看，我也不知道我写的有没有毛病，毛病大不大也不知道。对，我把其他的东西都放在其他的屏幕里了，哦，这样能方便一点吧，然后好看一点。对，得等一下，毕竟我这电脑它有点不给力，所以得等一下这个东西。看一下。
哦，可以运行了。然后运行之后，先别点这个按钮啊，先看一下负的这个值，这个值是多少？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建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，叫 component 吧，一个组件。这里面应该就有，看我的这叫什么奇葩 wow 吧，操。然后这个，看一下，随便给一个值，看看给个。50，这个是速度，这个不是角度，然后编一下，然后运行一下，试一下。哎，为什么没有转？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默认值它，哎，对呀。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为什么没有转呢？仔细的想一想这个问题，这个速度乘以这个，给小了，我再加大一点试试，给个5000，编一下，还是没有动。不对，我再点一下运行，我现在我感觉有点诡异。执行了，这是多少？是全是零，然后再运行一下，还是全是零，这个是多少？那这个也都是零，我不是很理解这个情况。这个东西我明明已经赋值了，看一下我赋的值，绝对已经赋值了，赋值的是5000多，然后这个居然是零，哦，赋差值了，不好意思，这应该放到这个上面。刚刚给错值了，然后怎么说呢？把它关掉，再重新运行一下。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大晚上的录视频，这脑子就不太清醒，对，然后就会导致各种问题。再次运行，再次运行为什么没有用呢？因为我没赋值啊，刚刚只是改了一下代码，实际的值是没有赋值的。然后这个东西，我看这个东西就带着10B 的，然后还是给50吧，我感觉50是正好的。哦，它运行了，看，牛逼，非常牛逼，现在已经运行了。然后这有一个好处，就怎么说呢？刚才它不是这么旋转的吗？所以在这里随便改成，然后 y，然后把这个改成中间，看看它怎么旋转的，这就方便了许多。看一下，现在就又回来了，又这么旋转了。这么旋转之后呢，你会发现这怎么说呢？本来是想做一朵那个花的，就是花开的那个特效，就我不太会形容，然后做出来再说吧。然后现在这个问题，你看它有一点旋转，然后再加一个移动，怎么说呢？画个图，不知道截屏能不能用，应该不能用。先让它这样旋转，然后。再让它往下旋转，然后应该这两个都是50，然后试一下。
不太确定那个轴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应该看一下这个市口。哦，它是斜着的，这个角度是不对的，不对怎么办呢？我们再建一个模型啊，昨天这个模型建的有点小问题，这个花瓣打不开，这个角度打不开。好，第二次建模型就不多逼逼啊，就不多那个废话了啊，废话也没太大用啊，删不掉，删不掉算了，直接建吧，养物体。最快的速度建一个模型。好，大约1分钟剪完了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你得怎么说呢？这个样子导出它的角度是不对的，不对，改成物体模式，然后改一下它的角度。我看一下啊，90，不对，我不对，就改成零。由于建模不太熟练，所以这个角度。记得不太清楚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就改这个轴，那这轴向上挪，哎呦呦呦！看一下，哦，好了，牛逼！好，滑板已经补充一下。这玩意儿不用保存也行，这花瓣的东西随便建的东西，1分钟一个，直接导出。FBX，哦，不要。出了之后，更能按照 Ctrl B，哎呀，我操！然后它就会打开一个窗口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它在这儿，然后重新导入，因为上次已经导入过一次了，所以这次点重新导入就行。哎，要保存。我看这里已经变换了，变换的牛逼了。然后看一下现在的旋转如何。再次保存。我在这儿。我操，这不对呀！
不过问题不大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，看一下。点击这个，然后选择这个东西，你会发现它出来了一个这个。然后旋转这个的时候，看那个这里有个角度改的是中间这个。然后我要旋转的是什么呢？我要旋转的这个。这两个对呀，好，那就先不管。然后多放几个滑板试一下效果，我看一下，一个可能看不出来，看不太出来。选择这个移动工具，按 Alt，然后就可以拖出来。看一下，然后让它以自身的这个地方写错了。这个地方，我想了一下，如果以世界为旋转的话，那调的是每一个的角度，然后。应该选择这个，这个是设置它自身的那个旋转。哦，你看花开了。然后这个东西花瓣再多一点，就是那个意思了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的。然后这节课就先到这吧，20分钟了。然后我调一下这个效果，然后再弄一下移动，然后让它一边飞一边开花。对，然后花瓣还能分开。对，嗯，就像那个怎么说呢，像暗器一样那个东西，做一个攻击的那个特效。好，告辞。